也涨到了950个了，来三秒之后我突破1000个粉丝，来三二一，来我看一下突破1000个粉丝没有，我们给不了，没有突破了，突破了啊、哦、来家人们，多的不说啊、哦、直播间8000多个人，唯一为阿伟刷一个抖音号的就是咱们八一，笑看人生几劫啊、哦、值得我们关注，多的不说，直播间家人们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全部去给我八一笑看人生几劫点一个关注，真的值得我们关注，我觉得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咱们笑看人生几劫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家人们，因为直播间8000多个人，唯一他做到了，知道吧？唯一他做到了，所以真的值得我们关注。我觉得支持阿伟，哪怕给我们家八一笑看人生姐姐点个关注，也叫支持我，好吧？如果你们珍惜支持我的话，珍惜支持耳没我们两个在一起，珍惜支持我的话，真的给我八一点一个关注，因为明天我要做一件大事儿，告诉大家，我不怕对面的那个小黄毛知道。我明天要做一件大事儿，所以呢，真的今天感谢我的八一姐姐，给了我这个。你明天到底要干嘛呀？你别管，你明天不要来打扰就行了。来，我看一下粉丝有多少，粉丝已经1000多了啊。那你手机上看一下来，姐姐，我说到就做到啊，给你突破1000，就是1000，知道吧？我明天不来吗？我下午来。1400了哦，直接给他。刚才咱们百亿几级啊、哦？香港人是几级粉丝是？前面是700-600多个人。你截图干嘛？刚才我的百亿粉丝几级是百亿几级粉丝是600多个粉丝，现在已经突破了1400个粉丝了。咱们再点一波。直接突破1500个粉丝，好吧？直接给他涨1000个粉丝，好不好，家人们？好吧，我阿伟说到就做到，好吧？来，多的不说，支持阿伟的直播间还有7000多个人，全部给我百亿点关注，好吧？支持我的来，然后给百亿点了关注的，全部再给我公屏上给我扣一，来，我看哪些支持阿伟的家人是给我们百亿点了关注的，扣一，来，关注了的全部扣一，支持了。支持阿伟，关注了咱们百亿姐姐的全部扣一，好吧？对，看到什么叫实力了吧？啊，可以，我答应你，明天不来，我明天下午来。什么？是明天一整天都不能来？明天一整天都不能来？什么叫下午来？下午也不能来，早上也不能来。下午不算明天啊，明天下午就来，早上不来吗？真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的把一姐姐啊，我的全把十都在刷礼物啊，然后真的最终感谢的咱们这个把一姐姐啊，笑看人生真的给我阿伟刷了一个抖音号，所以呢真的特别感谢，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啊，但是我会记在有也记在心里啊，感谢你啊，感谢你。别说话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走啊？你老是待在阿伟家大晚上的。我这个人做人一向都很中道。那么之前呢就是有些东西我不可能那种，知道吧？但是呢现在你刚才我也做给你看了，你说我喊不出来一个抖音号，你没见过抖音号长什么样，对吧？我做到了，你明天不要来就行了， OK， 其他的我什么时候走或者怎么样这些你就不要管了，好吧？我后天就要去二妹家了，听明白了吗？不可能，不行，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你算哪个抽啊？我后天我就去二妹家了。那么至于你来，我现在告诉你了，我也不怕你知道，我也欢迎你来，你来我更高兴，知道吧？你敢来我跟你比大指拇，到时候你不敢来你就，我有什么不敢的？你干不了，你不敢来我看不起你，好吧，小花猫。哦，你不敢来看不起你，但是你来了我跟你比大指拇， OK， 等我，你来了，到时候你面对二妹的老爸，
他会跟你说的，知道吧？我相信二妹的老爸看不上你的，你那个滑毛看得上你吗？你不要说的这么绝对啊，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到时候就知道了。第一，二妹站在我这边 ，OK。第二，你那个滑毛老爸，他老爸肯定是看不上你的。你算是汉族的，知道吧？所以二妹他老爸肯定站在我这边。不要管，好吧？你不要管。而且你来的时候，你最好不要拿你那个行李包哦，大袋马袋，那个行李包马袋。那个方便。嗯，真的都丢死人了，真的。一点打字都没有，看，咱们就看那天我们去的是打字，我们是开的是奔驰，开的是劳斯莱斯，知道吗？你开马自达，你打毛底去，你看是不是一个打字？他爸会看得上你吗？啊，这叫不一样。我们提的是牌子的包包，你提的是那个马袋，你觉得？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说话。你觉得你？到时候我会买很多东西去的，知道吗？你买什么？你难道还要带两个苹果去吗？啊？难道你还要带两个苹果去吗？我跟你说了，我那天带了五个。啊，我不是吹牛啊，家人们，我不是吹牛，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说的是实话。说难听一点，我开的是奔驰，我开的是劳斯莱斯，知道吧？去的，你开的是什么？你打毛底啊？你注意一点，你那个奔驰放在那儿很不安全哦，我跟你说一遍。你好好的说哦，你打的是毛底，那个发型都被吹了站起来了。你管不着这个，你管不着啊。我提的是那个牌子包包，你提的是什么马袋？那马袋抓的是什么呀？两个苹果吗？笑死人了，真的是。五个，我跟你说多少遍？五个。五个也没用啊，你五个拿来说好吧？真的好意思吗？啊，到时候我跟你说，我去二妹家的话，肯定会热情的招待我，对吧？比如说宰鸡啊，宰鸭啊，或者宰猪啊什么的。你到时候照我的面子上可以吃一顿饭啊，吃完饭你赶紧自己回去就行了，好吧？你还想站在二妹的爸妈的面前，啊，说点什么好听的话？说不定呢，说不定呢，到时候你说不定呢，什么事情都说不定的，你太自信了。我跟你说，你站在二妹的老爸老妈面前说再好听的话都没有用，有些东西事实就摆在眼前，实力就不一样，知道吧？难不成二妹的老爸老妈，第一，二妹站在我这边，这一点我就占优势了，知道吧？二妹的老爸老妈他女儿明明站在我这边，明明喜欢我不喜欢你，难不成他还要干嘛，对吧？再说了，我开的是奔驰，我开的是劳斯莱斯，你开的马自达，你觉得合适吗？啊，这一点我就占优势了，知道吧？而且到时候我去他家，我会买很多东西去的，知道吧？买很多很多东西去的，不像你一样带两个苹果去的啊。这一点我就占优势了，你跟我斗什么呀？斗啊！不到华河不死心，你真的是啊！我如果不想跟你说，不想跟你说。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早就去卖饲料，早就去卖饲料去了，收饲料去了，还在这里嘚瑟啥呀？嘚瑟，谁给你的自信啊？不怼你啊，就真的是把自己当回事了。不想跟你说，不想跟你说，给面子给多了，狗都。哎，这一天天的，这小黄毛，今天我帮他怼的，我没有话说了，直接跑路了哦，家人们，直接让他心服口服。他也看到我们家的实力了哦，他从来没有见过抖音一号长什么样，今天晚上让他看见了吧，是吧？非常感谢我笑看人生姐姐一直以来对艾伟的支持，还有我的把二白姐，还有我的把三蔡姐啊，还有我的把四把五，一直以来今天晚上面子给我长起来了，而且公屏上评论都很顺利，很精彩，知道吧？让他看到了什么叫实力，他直接不敢跟我说话了，直接跑路了，知道吧？我说的这些是事实呀。不是吹牛啊，咱们没必要吹牛，对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本来就我开的是奔驰呀，他是打的毛底呀，这对吧？不是看不起他，但是这他是个好人，我反而可怜他，知道吧，家人们？但是他太狂了，说话太狂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知道吧？今天他的做法我很不开心，所以我刚才这句话就是故意要怼他呢，知道吧？怼他，他才会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人们知道吧？
来，家人们还没有给我们家板一点关注，给点一下，来看一下，二妹你帮我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板一几级粉丝涨到多少了？1435是吧？嗯。来，咱们再点一包好不好？把几级点到1500好不好？1500好不好？来，我数321就开始点啊，就点个100个就可以了，好吧？来。真的说实话很值得我们关注，8000多个人只有板一做到了这个刷了个抖音号，所以我真的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激动，刚才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也丢链子了，知道吧，我牛已经吹出去了，结果事情没有落实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面子了，知道吧家人们，但是我是真诚真意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叫出了这个抖音号啊，我也没有自己去刷，或者也没有叫我朋友去刷，我觉得咱们真实真意的去做一些事情，好吧？来，3、2、1，来，全部给瞄准还没有点关注的，给板一点点点点关注啊！来，直接给我们板一点到1500个粉丝，好吧？谢谢点赞，谢谢啊，谢谢家人们，感谢你们的陪伴和支持。今天晚上真的我这个面子是家人们给我的，说实话有时候我安慰坐在这里说话很有自信，说话声音很大都是家人们给我的自信，不然我也不是什么一个，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知道吧，但是说实话是我的家人们给我的自信，所以我坐在这里关注了是吧，我坐在这里真的有时候我自己很有自信，但是真的是家人们给我的自信，非常感谢家人们，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啊！我已经计划好了，明天家人们，明天我想给二妹表白，我会在下面，我会在城里准备一点惊喜来，然后呢，我想让那个黄毛明天不要来找二妹，不要来打扰，知道吗？所以呢，大家放心，好吧？大家放心。我现在已经计划一步一步的计划了，知道吧？那么我跟你们说啊，第一，我先跟他表白的目的是试探一下他有没有对二位哥有没有意思，对吧？这点我要证明一下，这点我要确认一下。那第二步肯定要让他父母认可我，对吧？这两点拿捏住就 OK 了，知道吧？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我阿伟说的有没有道理，对的话扣个一来，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给我扣个一来，把这两点做到，对吧，这两点做到就 OK 了，对不对，今天咱们开不开心，哎，你好姐姐，你怎么这么眼熟啊，妹妹我看到你也挺眼熟的，应该见过吧，我们连过两次你都输了哟，对，什么意思吗，对，我们连过两次，然后两次我都输了，我直播间现在5000多个人，家人们今天晚上唯一的就是我不想输给对面这个姐姐啊，哦不是妹妹不好意思，那个今天恐怕不行，今天你可能还是会输，虽然她长得很漂亮，有很多好哥哥都支持她，但是我觉得那天是我一个人，所以没有打赢你，今天我带了一个人来了，所以必须打赢你，知道吧，不是讲多，那你要做什么，我说了我做100个那个，来二妹你过来快点，谢谢我金花，谢谢我，我说了我做100个那个下对吧，100个嗯，你输了过来发个红包好吗，这个不行，这个发个红包这都没意思呀，这没有挑战性啊，嗯行吧，那你输了呢，你输了呢，我输了，我一样的，你说了你跳个舞嘛，跳空三吗，
嗯 ，OK。不是我，我跟你连过两次，我们两个是互相关注了的。我跟你，我们两个连过两次，但是两次你都把我打得心服口服了，所以我真的有点不服气。我觉得我，但是我输给你的时候是2023年，现在是2024年了，我站起来了，所以我也不想低调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你碰一下石头剪刀碰石头，石头鸡蛋碰一下，知道吧？明白了吧？我听到。啊？那闭麦，闭麦什么呀？你这一切都飞了，我们两个要筹新年啊，这样我不划算了，我都吃亏了。那你重新连我，嗯，必须要挑战一下，不可能，家人们，都能不说今天晚上我开心，必须要娱乐一下。对面这个哇，对面这个大网红200多万粉丝，我才20多万粉丝呢。他是过年那个，家人们，必须要挑战不可能，新的一年，今天晚上我明天就要给二妹说心里话了，今天晚上我都要开心一下，对吧？就给这个小姐姐报个仇，我上次被她打输了，知道吧？一把是吧？啊、哦！来，我给你打两个。闭麦吧，那。嗯。为啥那么多人？我不知道啊，你看一看，你看一下他有什么特。来，已经闭麦了，家人们，多的不说啊，此时此刻直播间还有4000多个人，多的不说，四分钟零30秒，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咱们小礼物走起来就可以了，好吧？小啤酒走起来，小烟花走起来，好吧？然后咱们4000多个人。瞄准公屏上送礼物的点关注，好吧？对，瞄准公屏上送礼物的点关注。确实，对面打一我跟他连过两次，但是两次我都输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报仇一下，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是不服输的一个人，我不想，对吧？一辈子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知道吧？我也想站起来啊，家人们，2024年。对吧，在 PK 当中让我移一把好不好，在 PK 当中让我移一把好不好，就打那么一把好吧，明天我就要给二妹表白了，家人们，我希望大家支持我一下，今天晚上二妹在这里，二妹在旁边她看着呢，我希望大家给我这个面子好吧，这个面子好吧，家人们，直播间3分钟你30秒，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来小礼物走起来，咱们对面也就2000多飞啊、哦，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此时此刻，哪个舍妹的哥哥姐姐支持阿伟的，站出来帮我打他一把，好不好？我就打那么一把，希望让我移一下，好吧？咱们在二妹面前也展示一点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实力，好吧？来支持阿伟的所有家人们，动起来，好不好？来，此时此刻，咱们动起来，好不好？明天我就要给他表白了。我希望呢，他也在看我直播，现在希望咱们攒一点面子，好吧？攒一点面子，也要展示一下我们家的实力，好吧？家人们，展示一下我们家的实力，好吧？二妹，你过来。家人们，直播间。家人们支持二妹我们两个的，对吧？支持我们两个的，咱们公屏上现在不打也打起来了，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珍惜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团结一下，把小礼物送起来。对面已经2000多飞了，咱们家才400飞啊，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直播间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站出来帮阿伟晒一点飞，好不好？晒一点飞好不好？你看到那些刷礼物的就感谢一下好吧，然后哇，感谢我们的心想事成送来的这个礼物，好吧，谢谢，感谢我华子哥送来，华子姐送来的礼物，感谢我杨姐送来的礼物，谢谢杨姐，感谢我飞哥，加油，对面上来了，家人们还有1分钟，咱们打赢他好不好？我给他打过2把，就没有打赢过他。今天晚上这把让我赢，好不好？
对面也就5000多分，来，咱们1000多分了，来团结一下好不好？此时此刻还有1分钟零30秒，咱们能不能来点跑车烟花什么的，直接给他秒过去，好不好？感谢我发发姐支持二妹，我们两个的支持，我们两个的家人，来，咱们团结一下好不好？加油 ，All the gay， 最棒的，我的家人是最棒的，我的粉丝，我的家人们是最厉害的。感谢我们心想事成，来加油！最后只有50秒了，家人们，此时此刻，最后只有50秒了。有没有神秘的大哥大姐支持阿伟的？欢迎我林杰来到直播间，感谢林杰！哇，感谢我！麻辣烫姐姐，好久不见了，麻辣烫姐姐送来的跑车。最后只有30秒了，家人们，来，咱们最后一人来一辆跑车就打赢他了。欢迎我的麻辣烫姐姐，好久不见了啊！今天终于来到阿伟直播间，来团结一下好不好？对面九千多分了，咱们能不能打赢他？只有20秒了，来，此时此刻，感谢我麻辣烫姐姐送来的跑车，感谢我心想事成送来的礼物，来加油，能不能偷个塔？最后10秒钟，能不能偷个塔？完了，打不赢了。你又输了，谢谢我麻辣烫姐姐送来跑车，哎呀，这感谢我麻辣烫姐姐走路带风啊，那气质都不一样，哎呀，这对面又偷塔了，感谢我麻辣烫姐姐啊，感谢我麻辣烫姐姐送来的跑车，谢谢，送了她2-3辆跑车，真的非常感谢，说实话我那麻辣烫姐姐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可能她最近有点忙，所以没有来我直播间，这最近啊，好久不见了，是很支持阿伟的一个好姐姐，还有我的把二，还有我的把三、把四、把五，今天我是特别的支持阿伟。你们也知道我1-2个月也没有打一次 PK 的，说实话，你们也知道我都好久都没有打过 PK 了。然后对面这个姐姐呢，她让我输过2次，我心里面我之前说过一句，我说会找她报仇的，知道吧？会找她报仇的。然后今天晚上我找个机会，她也在直播，我就连一下她。报仇一下，2024年我希望能够打赢他一把，但是没有打赢他，怎么变小了？咦，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怎么弄啊？挂了重新连吧，挂了重新连啊，这个不知道，谢谢啊，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的大力支持啊，有点猛啊，你有点猛啊，你是不是偷塔了？我这把一直压住你啊，不是，我就已经输给我3次了，你不懂吗？对啊，我就有点想不通，我为什么一直打不赢你呢？我就想不通。你下次留，我就只会输第4次。第三次，快点的。反正我输了。把奖励转。谢谢我骑士哥。我输3次。你看我哥都在哭。我输三次了，我有点不服气，知道吧？有点不服气，真的。你快点的，把奖励做了，根本就不用偷，你快点的，100个，快点，自己说的。来直播间6000多个人，马上7000个人了，没有关注阿伟的，给阿伟点个关注。我做这个奖励。要关注，要来开会员，他不开了。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你快来点吧，我没有耐心了。你没有耐心了，那再。再打一把嘛，我有点不服。再打一把，打完了一起做。打完了一起做，两把一起做。来。我不听，你快点的，你好墨迹啊。好，你是女孩子吗？7、8、9、10、11。怎么？14、15、16、17、18、19、20、21、22、23。嗯。26、27、
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休息一下啊、哦、休息一下哎呀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一七二哎呀哎呀脚好酸哦哎呀你呀、啊、我做一百个都不要休息这么多下的我都一口气做了快点的八一真的快点的我也动过一百个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啊不不行行行行聊到麻了你不要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哦你直播间的人多你小心一点我走了拜拜你怎么跑路了哎呦哎呀真的是打不赢哦因为我也不是什么 PK 主播知道吧你们也知道我一两个月都不打一把 PK 的我也不是什么 PK 主播所以呢真的打不过他啊真的打不过他确实打不赢他没有关系的家人们打不赢就打不赢嘛好吧我们输了啊输了咱们就不打了好吧你的车我的车怎么了家人们人家有大哥对他们是天天打 PK 嘛他们是娱乐 PK 主播嘛我的话你们也知道的我也不是天天打 PK 的看看你的车我的车没事儿家人们我的车他敢来吗他不敢来的知道吧这上面又没有接扣上面又上上又没有接扣又没有黑黢黢的他敢来吗他来了他来了他就回不去了知道吧所以他不敢来的家人们他不敢来的感谢点赞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然后给咱们家把一把二把三点点关注啊对我把一啊、哦、TT 姐还有把二把三和姐对都点关注了家人们你们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谢谢华毛他不敢来的但我敢赌他不敢来的知道吧他真的不敢来阿紫哭了阿紫真的哭了吗为什么哭了呀嘴谢谢点赞谢谢为什么哭了呀对不对你们叫他不要哭嘛好吧谢谢啊、哦、家人们咱们十一点不是现在是十点十一点咱们就下播了好吧十一点咱们就下播了咱没关注的关注一下真的吗他哭那可能有人欺负他了吗那个易老板又欺负他了吗真的是要他要跟以前嘛抢着的要在一起现在呢又吵架什么呢让他们好好的在一起嘛不要吵架对不对那好好在一起挺好的那为什么要吵架呢对不对既然选择在一起就好好的在一起是不是嘛为什么老吵架呢对吧不我车怎么在响呢这小浩你看一下车没事吧你看一下那车怎么在响呢嘟嘟嘟的是不是有人在斗车华毛是不是来的了华毛他不敢来的他怎么可能敢来啊我相信他不敢来的如果我车坏了我就找他反正他刚才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你那个背驰怎么样那他敢来我就他敢坐我的车我就找他
阿伟太坏了，如果世界上比我还有更好的男人的话，我真的我觉得真的都是。刚刚那个车无缘无故在响。啊。刚刚那个车无缘无故。没有人斗车吧？就是在响啊。没事。我不是下去把车看了一下吗？哦，你们说阿紫跟易老板分手了吗？那我是不是要去唱一首歌给他们两个听啊？分手快乐。分手快乐，怎么样的？他们今天好像还在连麦，看到了。还在连麦吗？那连麦的话就不分手了，人家只是吵架了，家人们，吵架了，过两天又在一起了，知道吧？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有时候会吵吵闹闹的嘛。那么，吵架了，那得明天就过两天就在一起了，就和好了嘛。真的分手了，谢谢点赞啊！直播间4800人，马上5000人了。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谢谢。对，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主播，好吧，家人们。来，直播间没有关注阿伟的，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茫茫人海中能够刷到我的直播，是咱们的缘分。我觉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啊！以后的道路上，你们今天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那么明天你们就会更加的喜欢我，知道吧？粉丝跟主播也是通过时间慢慢的才会喜欢的，知道吧？对，所以说呢，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谢谢。对，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谢谢。真的分手了是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家人们。谢谢点赞，谢谢。感谢所有礼物，谢谢。我真的哦，新的一年2024年，我还没有打赢过一把 PK。我想。一次，真的，家人们，我想赢一次，我就想赢一次啊、哦，一次就够了，只要有一次我都睡得着。2024年，我只想赢一次。感谢点赞，谢谢。我只想一次，说实话，这个2023年，很多人都欺负我，说实话，所以一直以来我也那种，但是2024年我只想一次，说实话，但是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没有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移的意思，家人们。你看，我都新的一年我都没有打过 PK， 2024年我都没有打过 PK， 然后今天第一次，刚才跟那个小姐姐，她之前移我两次，我想报仇一下，就打那么一次我就输了，所以我有点不甘心。谢谢点赞，谢谢，永远支持你，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对阿伟的支持。明天我想跟二妹表白了，明天，然后今天晚上开戏一下，然后明天我在城里准备一点西衣上来，然后看看他的态度，看看他的态度和就是各方面的 no problem， 我就去他家了，知道吧？No problem， 我就去他家了。谢谢点赞，谢谢。家人们，给咱们家八一麻辣烫姐姐点点关注，还有八二八三。啊，八二五的甜甜姐啊，还有八三，我们的李姐啊，给他们点点关注，谢谢。
看看车，点了直播吗？直播明天，明天，明天看好了，家人们。绝对会要，绝对会做点仪式感的啊，要有点仪式感，是不是家人们？要懂得浪漫，要有点仪式感，才会打动女人的心。直播间有女孩子，你们女孩子的心是不是要真诚一点才会心动啊？是吧？因为我觉得表白这个东西啊，你这成功不成功就是仪式。就是仪式的都行啊，就是说那一下子哦，那个激动了冲动了就成了，没有冲动就他就会想一下什么的，对吧？谢谢点赞，谢谢。那家人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时间也不早了，我也就下播了啊，家人们，11点多了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就下播了。对，咱们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然后复关一下，可以把100、200、300也关注一下，然后我就下播了，明天再说吧。明天黄毛他不会来了的，明天再说。然后我明天做点该做的事情啊，好吧。对，咱们点点赞好吧，点点赞，把赞赞点一下好吧。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打一包碗啊，好吧，公屏上打一包碗，时间不早了，我也不耽误大家的休息了，今天晚上打，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和陪伴，谢谢，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拜拜，家人们，拜拜，我就下播了，拜拜，对，打一个碗啊，拜拜。